在英国皇室当中，凯特和威廉一直都被大家誉为最幸福的王子和王妃。毕竟他们两人不仅是未来的国王和王后，而且也是很多英国公民心中最完美的男神和女神。近日，英国王室肯辛顿宫发布了一张威廉王子一家最新全家福，这张照片由摄影师马特·波特斯拍摄，一家人面带笑容，坐在诺福克安默堡的干草堆上。照片中，七岁的乔治、五岁的夏洛特和两岁的路易斯开心地坐在父母膝盖上。从晒出的最新全家福照片也不难看出，这三个小可爱身高都长高了不少，尤其是路易小王子已经由昔日的吃奶娃娃长成了一个颇具贵族气质的小王子了。而且他在全家福中笑得最开心，露出了一口雪白的小奶牙，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爱了。不得不说，夏洛特公主真的是与女王陛下太像了，简直就是他的缩小版啊。而乔治王子也越来越有贵族气质了。喜欢就订阅呗。